大家好，我是小草月。这一场是 Tulen 的实战解说。那你刚刚看到的读取画面是未来会改版的一个模样哦。那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可以帮我点个喜欢，同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更新通知。那左下角可以看到推荐的出装奥义，那它基本上玩法有点像是罗尔，他必须要进场去打伤害，所以出一个偏半坦的装备去维持他的坦度是比较好的。那来说说这角色的一个技能组，他的被动呢是在技能命中五次之后会产生一个自动瞄准对手的五次攻击，那这个范围蛮远的。那一技能有三下，二技能有两下，如果同一时间全部命中的话，就可以直接触发到自己的一个被动了。那一技能呢是发射三发扇形的魔法飞弹，那你贴近敌人的话可以一次命中三个，但伤害会递减，那同一时间也可以叠到三个被动。那二技能的话则是一个瞬移，这边可以看到一技能接二技能连段瞬间叠满被动五层哦，就是在突然一开始前期比较好的一个洗兵，以及如果你要瞬间打出高爆发的话。那这里我们吃野怪有点失误哦，由于用电脑操作体验符的关系，技能是没有将被动给打出来，导致这个野怪被抢走了。没关系，我们这边利用一技能叠满被动之后，成功的利用瞬移吓到对方的打野，那我们完美的浪费掉自己的一个瞬移哦。那这里的话是不用瞬移也可以将对方的突然给杀掉的，我这边扣一下自己的技能，利用二技能逃脱。那二技能是一个短位移的瞬移，在起始点跟落地点都会造成魔法伤害，所以你贴近敌人的时候你可以同时造成两段伤害，并叠到被动两层哦。那我们这边呢是稍微持续利用被动去垫对手，就这里对方的神女超人走太前面，我们利用一个二技接一技成功的将它收掉。那大绝的话是一个远距离狙击的魔法伤害，那同时带有斩杀效果，那这个斩杀的伤害是非常高的，应该有接近 30% 左右，我没有去注意到它的说明哦，因为毕竟是越南文我也看不懂。但大绝还有一个击杀会返还冷却时间的效果，代表它是非常适合在收头的时候使用的。那它会返还 80%， 也就是说你的冷却时间是20秒，那你就会在4秒后可以再次使用你的大绝。那我们这边利用一技贴身小兵，再接二技瞬间叠满被动将兵给刷掉。那这角色呢在未来登场的时候一定会是非常强势的一只中路法师，那如果你是喜欢玩中路的朋友，推荐一定要买哦。我们这边利用二技闪掉对方的这个打野，那如果我们被他命中之后，这个大绝将我们留住，我们瞬间阵亡了。那个大绝接近可以将我们留在圈圈里面5秒，我们是会直接被砍爆的。那我们用二技贴身一技打伤害，再利用二技成功的将对方给收掉之后，这边进场。由于我们还有大绝的关系，我们这边等待二技能的蓄力，二技接一技之后接一个大招，直接将它给秒掉。那我们这边呢，其实我有发现一个小彩蛋，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是要将蓝 buff 给收掉之后，会有一个额外的语音。那杀完人是没有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触发条件是什么。那在体验服的话，已经将魔防血给改掉了，这个韧性的效果是被拔掉了，变成了增加魔伤 10%。 那所以在之后选择鞋子的部分的话，如果对方的物攻脚很多，你一定要优先的考虑物防血，因为魔防已经没有韧性了，当然还是有魔防的。那这边往上 move gank， 这边利用二技贴身叠一下被动，等待技能 CD 好，再一个二技之后利用大绝收掉对方的射手，之后再将这个女超人给电死。之后呢，这边看到一只欧盟，我们这边稍微拉一下哦，之后利用二技能贴身，再利用一个大绝将他给秒掉。
那玩突然的话，我在这几场的体验服基本上全部都是新角的一个情况下，比较害怕的是欧盟的一个大招，以及在残血的时候看到马克思飞过来啊，那基本上就去了。我们这边在中路持续做推塔，那突然在推塔的这个效率来说还是比较慢的，我们优先的是利用一二技瞬间点满被动，将兵线给刷掉之后去做跑线。那突然在跑线的一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有着三段位移，以及在你前面的一个情况下，突然在吃野怪非常的快，只要你利用二技的两下接一技的三下，那这个被动可以瞬间将一滩的小野怪给秒杀掉。那你在会战打起来之前，你也可以稍微先叠几层的被动，这个被动持续时间还是非常久的。那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身上叠了两层，代表我们只要随便的贴身到对手之后，被动就消失了，马上为自己打脸。那这个被动的持续时间有十秒左右，那整体来说这个时间点已经是非常的长了。那我们这时候再到中路去将中路兵线给整理掉，那看到了一只鼠家特产。那我们这边呢，另外一只特产是飞过去的哦，两个特产在互殴。我们这边成功的利用大绝制裁掉了对方的 Max。那我们这边呢，再到对方的野区去刷一下这野怪。那你可以看到三层被动叠满之后，瞬间就将这个野怪给吃掉了。那他应该是现在传说对决里面，吃野怪最快的法师，是法师哦，不是刺客法师。那我们这边，往草丛做一波蹲点。我们还在蹲，持续的蹲点。那终于看到人了，我们利用二技贴身，一技三下。但我发现在神力女超人释放大绝的这个动画图中是会免疫掉伤害的。那我的一段伤害三下都命中的情况下是全部被吃掉了，导致他看起来没有扣血。那我们这边呢，在迅速的跑到上半部去支援队友。那这边呢，看到上半部有两个人头，我们迫不及待的去前往击杀。我们利用二技能贴身，那再利用一技能，大绝自动瞄准到了对方死掉的突冷。这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血量比较少，但只要大绝已经瞄准出去了，就算他死亡，我们还是会发射这发大绝的，没办法取消。所以在技能释放来说的话，要特别留意到选择的目标。那大绝释放的这个过程中，这个飞行途径是会被对方给挡下来的。所以如果你记得看到残血队友被狙击的话，你一定要切记闪开，不是，你要去帮他挡，这样才不会造成一个悲剧哦。那我们这边持续在中路压塔，队友是已经在吃凯撒了。我们这边队友将凯撒给吃掉之后，我们持续的在中路清理兵线。那虽然说我们推得很慢，但我们还是可以给到对手压力。我们现在有凯撒的伤害是非常高的，利用二技贴身。那我们这时候打出被动，被动的这个伤害，我个人认为是整个角色里面的精华，因为它是指定一定命中的，而且没有飞行途径，只要范围够的情况下，它会直接将这个伤害灌在对手身上。那我们再到中路去压塔，兵线已经进去了、哦、我们这边利用技能将兵线给刷掉，就先拉开。那队友冲进去了、哦、我们这边放一个技能之后直接瞬移跟上伤害，最后再一个二技接一技收掉了女超。那这边可以看到改版之后的塔的攻击范围是变大了、哦、导致我们这边是没办法成功存活下来。那这边可以看一下突然的死亡特效，死掉之后背上的三个磁铁掉下来。那我们由于是影片的关系哦，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又复活了，好快哦。那同一时间呢，这个跑步速度也是变快了呢，瞬间就跑到中路了。那这个防御塔的改动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哦，它避免到一些比较鲁小的角色可以在对方家里跑来跑去，那又不会吃到塔的伤害，变得相对性麻烦很多。我们再听一下非常奇怪的触发条件的特效语音哦。那我们将对方的法师给收掉之后，这边抓到了 Max， 就成功将他给击杀。那再到对方的上路内塔去做压制。
那我们这边成功的将对方塔给拆掉之后，来中路进行一波最后的会战。那我们就持续利用一技能做消耗，如果距离不够的话，我们就补上二技再接一技。我这边看到对方打野，我们这边使出我们的闪电鸟，那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空打，那结束了今天诸葛亮的实战解说。那么在突然玩好的一个关键在于要适当的叠自己的被动，跟一定要利用二技跟一技去打伤害，那最后在会战中利用大绝去完成收头。那么今天影片就结束咯，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点个喜欢，同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那我持续发布更多的传说对决影片，有任何想法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